诶，大家话觉得，唉，收到呢个消息呢，其实嗰阵就有啲唔开心嘅，因为呢有阵时我都会留意 KK Boss 嗰啲排行榜嘛。诶，咁今年呢，我都谂住去睇呢个香港风云榜2022年呢优先场啊，唉，但系呢，唉，冇办法啦，因为呢可能真系 Mira 呢件事意外事件呢，真系搞得太过大影响啦，所以啊，原本啊9月17号。7点钟阿博的演出呢就将会再改啊，咁样咁啊，跟住呢就公开这个风云榜呢就将要延期，咁啊这个详细啊将会稍后公布。唉，我諗住呢一次呢应该可能 Mira 应该会出席，又可以一睹 Mira 的风采。唉，不过算啦，近排发生太多事，唔搞好个。